好，这边想对你做关于使用精子的访问，请问你是否会使用大面额的精子？没有，我没有用过大面额精子。可是如果要使用这种精子的话，我应该要去哪里购买？我找了附近刚好有卖这种东西的地方，就在嘉义市阿根早餐店的旁边。这样的话，你会经常使用大面额精子吗？应该会吧，因为看起来大面额精子好像能为环保尽一点心力。但是我觉得精子最重要的目的应该是在于能不能让天上的人收得到。是的，我相信大面额的精子除了被世人接受外，也能让王者接受到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相信会有更多环保人士除外的人，也会有相信宗教的人跟我一起使用大面额精子，为大自然减少一点负担。我也这么觉得，相信大面额精子一定能达到消费者们的期待。